各位观众好，我是老板全真，欢迎来到全真解说。继续到送上的是拳皇95的大师局啊，有一批刺客对两批鬼骑士电光火石的对局。好，上来就是葵花走起来，八神打金，金的话打不了八神，因为他的下臂啊，地面的话比金要强太多。哦，漂亮哇！百合折勾到啊，根本是逃不了，因为他这个百合折打点非常的低，而且起跳时间非常短，就说这个进程非常的快。好，饼哥来了，反身三角一个 CD， 啊，有自动转身的升龙，啊，顶升龙，这边是翻颜色，一二三四五，啊，漂亮，这个饼哥很有灵性啊，又是一个反身抠，哇，抠晕了，什么鬼？啊，对方赶紧跳出来救一下自己的兄弟。发现的攻势丝毫没有减弱，一直在贴着饼哥打，饼哥完全没有创作的空间，终于是一个 CD。 任何人打饼哥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，但是克拉克稍微好一点，因为他的战地啊，可以完美的牵制饼哥的站位。来啊，跳 CD 啊，也是打身后多闪，直接紧抓闪 C 取消，两个下 B 啊，两个下 A 直接再接下 D。 那空间中间是连了一个取消啊，并不是气消。那下 A 的话可以用气消取消啊，也可以用指令头来取消，两种方式都是可以连上完美的下 D 啊，应该说可以完美的连上下 D。 好，一个好叫做双峰罐，叫情何以处啊，琴瑟来，琴瑟和弦，把自己的哎，今天饼哥也没有演奏一曲啊，一开始那个高山流水还可以，但到后面的梅花三弄就没有弄到啊。好，反身一抓，今天血量要翻盘，势比登天，刚说完就死了。看一下罗伯特啊，罗伯特打柴州还是蛮难打的，因为他的升龙可以完美的克制他。好，小跳身后，对方一个切防切掉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哇，打晕了，再见了，又是一套又是一套，哎，什么鬼？还好啊，还好，弄死了，吓我一跳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双方第二局啊，一躲，没有打中啊。好，反身敲，哎，什么鬼？差一点点啊，对方没有转身。好，再敲，一个神龙，兄弟，不要刀，扔到半边，一个神龙，再来，霍利亚。完了，再见！哇，这一套，这一套真的是行云流水啊，就不拖泥带水，又有非常满意的感觉，就是很舒服那种感觉。躲、哦、啊，大门，大门很难打，打草地精不是一般的难打。完了，躺倒地，对方会过来一直敲头。打成了九八啊，一直敲头，捏一把，一二三四起飞，要死，还好啊，一个跳 B， 还要来，这边是跳 C， 防的不错，打一个加招，秦元阳左右折，我、哦、反身穿身一个 CD， 啊，这招的话防不胜防啊，没有见过。因为原版是没有办法打成这样的，没有办法这么打。再来一绝，没有升龙啊，一个前地下盘，前前一个耳光，走起来呀，兄弟！啊，压到死，啊，赶紧出来，是非之地不宜久留。有利的话有上下折，
他的前地打不可蹲防啊，下盘的话就偷你下盘，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组合，很多时候会把人打崩溃的。耳光还要来，还要来耳光，哇、哦、这个神旋太到位了啊，对方架招，哇、哦、一个兜底啊，神龙来完了，哎呀差一点，不知道谁赢谁输啊，这把看不出来，现在完了完了完了，哇再见了兄弟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终于是完虐了啊对手。好的，大家喜欢群众解说，点点不关注，感谢收看，下期再会。